2019年的8月19号，我现在要去吃午餐了。我现在要去拿饭。早安，今天是2019年的8月21号，今天已经是礼拜五了，今天做完工作就可以休息。好看，好看吗？好看啊，好看，卖回忆的，大家赶快去看。我做的那个片头就是用 Toyota 的引擎的声音。要不然我们去台一啊。